颜值越高。还没开始呢。那我们直接上场是吧？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啥东西啊？这是？国旗。唐山碰到以后没碰到过。没。大陈岛，这是。背景起来，经过的路还是挺艰苦。嗯，因为什么？掌握政权的人，他要造一点东西出来。啊，他不会把原来怎么样的还原。对，他历代政权都得说前一个不好，我才会推翻的，我才是最好的，我是最好的就没有人来取代我。哦，你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我拿的拼命叫。我们另外团队是福特的，福特里又是最大的。嗯，那是那个车多少？不知道。最贵的是中间那个红的，可能是最贵。那跑车啊，以垦荒精神立新。边疆那时候垦荒，把那地富反坏，支援边疆就让他们上这儿种地来。啊，各位。那么我们垦荒精神是乌沙头栈道啊，因为沿途的话呢，在海水退潮之后啊，会看到什么呢？很多黑颜色的池子滩，哎，这里周边有很多黑颜色的池子滩，我们说这个点得名叫做乌沙头栈道。那么按照车上刚跟大家讲的，我们这里的话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全船不走回头路的。我们哪呀，这个？这个就修得很精致哈，比上一个岛修的，上一个岛很粗糙，这个你看，这个石头都是有一段历史的，所以都开始磨圆了。那个叫老和尚讲经啊，和尚讲经。啊，而且它有一段时间，它比较合理，那边的都很陡。嗯，这您没看这个，它叫和尚讲经。嗯，就是看远处那个。那个和尚在讲经的，那边坐了好几个，啊，这是个讲经的和尚。啊，那边是听的。嗯，我们能照一张吗？前方站立了。
那个叫将军岩啊，所以黄姐姐，黄姐姐，将军岩。将军要是没打胜仗，以后就沉默，永远不说话，研究永动机。坚毅的将军，这个这儿这个，那个我要照一个。嗯。将军岩。面容坚毅，哈、啊，面容坚毅的将军。很好，这照一张这个能看出它的高度了、嗯，感觉高度。好，谢谢。王姐姐，您再躲不了了，再跑不了了。什么叫？哦，这儿这儿看将军岩更像将军。对，挺挺的。对，眼睛深很深邃的。啊，真好。蹙着眉头，眉头紧蹙。再搜不搜？像的像的，嗯，像的像的，你要光明开啊，像的像的。怎么那么一下子飞掉了？没什么，不着急。将军衙这儿来了一个上校，这个很像我哎。他说很像他，他啊、想篡位，上校想当叫将军。又鼻子像，啊，鼻子挺像的。像你看吧，他的鼻子勾勾的嘛。啊。哦，好像真的好像。亲姐要说像，那是肯定像。他摸过他的。跟他鼻子亲密接触过。这是你说的打仗啊，你只要是不拿人命当命，你就能胜利。我说打仗啊，只要心黑手辣，不拿人命当命，就能够。像我呢，就是比较仁慈，到现在你看，小上尉连长，哎。小上尉连长也能贪污，连长半个皇上，炮声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因为一颗炮弹，你知道多少钱呢？啊，我说我打多少炮就多少炮，我打的这炮不是你们打那炮，你们打那炮，一家女的话就这样，对，就是一个女家女抱着一个小孩。你看，这就是不是当将军的料，他看中的是情侣，他看中的是情侣风。我说那些将军呐，只要不拿人命当人命，全能够升往上升，打呗，反正这也不是自己家人啊。我呢就是比较心慈面善，所以到现在我才是一小连长啊，心黑手辣的都比上校大。嗯，只要是当领当指叫什么指战员，当指挥员，别当战斗员。死的人越多，你的功劳越大，越牛逼。嗯，我的官就是用人的生命去换来的。对对，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女孩就比较心慈面善，情侣风，情侣风。Thank you.
宗南就来过这儿吧？对，这里就是他指挥的。啊。这胡宗南要是写书也是好看哈，那肯定、哎、因为他贯穿中国所有好玩的事儿。对对对，他太多了，他从西北王调到浙江，然后坐镇这里，然后担任了这个浙江省的主席，又是反攻这个大陆的这个总指挥。那个网上说周恩来秘密的来大陈岛见一个人，是不是见这个？不可能会见，不可能、啊、嗯，人家不会比他哈。开灯开灯，停了停。啊，是吧、啊？他是老蒋非常喜欢的。他不可能去冒这种险、啊、当然了，他为什么去冒、而且那个根据老蒋的那个个人的品德，他不喜欢那朝三暮四的。对对对，他是如果是胡宗南是朝三暮四的，他不可能重拳，不可能当封疆大吏。对对对，可这是肯定的。法国调来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汤恩伯嘛。啊，陈毅来策反汤恩伯，唐伯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蒋嘛、嗯？就是他要表现了我对蒋的忠诚，啊、嗯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我有今天就是蒋对给的，因为蒋是中国那个中国国学教育长大的，对忠孝特别在乎。对啊，所以说他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忠孝礼义，还有什么都没有了、嗯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这点人都有。你担心右边有石头。这个就是海子说的啊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啊。其实到大海边就绝望，哪有春暖花开呀、啊？到这儿绝望就跳下去得了。他呀，让铁火车把脑袋压断，还不如跳这儿，跳大海弄一全尸呢。他跳下去死不了 啊，对吧？啊。可以。昨天网上我看，四个人跑张家界，先吃农药后跳崖。后跳崖，三个跳下去了，你们没啊？没跳，但是中毒还是死亡，你看、啊，还不如嗨。讲的通的人就这么啊。就是军队啊，就是以色列那种叫 follow me， 都是官最大的在前面，就跟古代张飞、赵云、关羽啊，那前面走的是一上校，上校后边是一上尉，哎，再往后边才是老弱妇孺，嗯，你看比我们更走前面是黄威的女儿黄慧南。你有发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发现，我就是怎么也拍不下来，我就来回操作。它有个广角，它有个广角。是吧？啊。我都是临时抱佛脚，就照一照。它里边那个 W， 你摁那个 W， 它是越往这边越广，这是0.8倍了，这个、啊、这样就广。你再现在你看看是不是更广了？哎，对，真是，给你学一招。哎，拍下来了，刚才摁什么它是动的。他们都怕我是照，为什么？我这叫照妖镜，我这照叫照妖镜。哎，那应该是个气象站，据说是海军的。这条栈道你看下雨都不怕。
上边有钢筋水泥的顶，哎，所以不怕飞机，但是现在怕斩首了，是吧？我这条屌命也怕人斩首，越是胆小鬼越怕人被斩首。哎呦嘿，大陈岛分上大陈下大陈啊，一个住的是老百姓，另外一个是驻军，驻军的这个岛更大更大，人更少，因为他住的都是当兵的啊，所以他占据的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更好。嗯，因为这儿主要是当成一个军事基地。一江山岛被张爱萍解放之后啊，那边叫沦陷之后，大陈岛就整个都撤了。嗯，美国的军舰在海上保护着，把大陈岛所有的居民全接走了。现在住在大陈岛上的人都是从浙江台州椒江区移民移过来的，都不是当时的原住民了。后来五十年代，1961年，三年自然困难时期，我们没吃了，然后就来这种边疆地区，就叫边垦，就是以色列那种吉布兹，这都是社会主义，一手拿镐一手拿枪，哎，就跑这儿来垦荒，还有了好多农田。刚才那个阿毛介绍了，来这儿垦荒的和跟着垦荒一起来的级别不一样，来这儿垦荒的算革命家，来开拓边疆，跟着来垦荒的就不行，没这待遇啊。虽然也来这儿同一个时间到达同一个空间，但待遇不一样，级别不一样，级别不一样。现在都时髦玻璃栈道，吓唬人玩，所以这边也把原来的军事设施拆了，换成玻璃地面。我一直就走在这玻璃栈道上，这玻璃栈道还不短，哎，但是这玻璃质量不行，山寨的吧，都看不见底。这玻璃质量不行，透明度不够，所以没造成。张家界那种惊悚的效果，另外也没有那惊悚的人啊，没抱定视死如归的态度，先吃药再往下跳，那些人都是勇敢者，抱定了必死无疑的决心，就跟剖腹切腹。日本人为什么切腹呢？因为腹腔中没有重要的器官，哎，心肝肺啊，那些重要的脏器都在上边，腹腔没有，腹腔要切就是流血，最后流死，据说7个小时流血才能流干才能流死。所以古代那些猛士啊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哎，那叫聂政吧，还有什么专诸刺王僚，那些刺客和烈士都是剖腹而死。后来这玩意儿被传下来，荀子不有游旧馆吗？不叫游旧避世，就说你出去旅游一定要跟士在一起，士就是绅士这个士，跟我这种人就不行，我这种就流氓，哎，你得跟绅士那样的士一起走才能出游。日本学走了啊，开了个游旧馆，游旧馆就用的是荀子的话，
游必就是，所以他们那边出了一名作家，叫三岛由纪夫，最后不也是用刀切腹自杀吗？据说还切不死，别人还得边上也叫借错，边上人得拔出佩刀来配合他一下，为什么？看着他太痛苦，而他自己自杀就流了血在那儿挣扎。所以人这一辈子很短，但是那些抱定必死无疑的人才是猛士，才是英雄，才是烈士。稀里糊涂被人裹挟进去啊，那叫炮灰，不是烈士。岛上的风很大，当地用电主要靠风力发电。你看那个海军气象站边上那个大的那个螺旋桨啊，那就是风力发电。风力发电，太平洋这么巨大的风，就这个它只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电，就够这岛全年的用电，而且这电力还输出到大陆上，并网使用。风力发电，太平洋的风。自建风力发电是1995年在加利福尼亚。我说美国这么有钱还这么发电，以后荷兰、丹麦、北海上大海的那些岛上，那些浅的海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大的风力发电。大陈岛海防要塞1号洞，那时候文革时候让我们挖地道，1米多深，你瞧人家这墙。后来我到湖南地府洞，看见伟大领袖啊修的那地道，苏州看见林副主席的隧道，到西山看见人民的总理的隧道，才知道我们挖那防地洞是挖的一两三八，纯粹是扯淡。所以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。深，打红炮就死了，老在外边站着，打炮的时候是伸出去探出去是吧，打完炮就缩回来，该雄起就雄起，该磁浮就磁浮。这是吴元，这是陈明仁上将的孙女。你好，我生病啊。是包炮的炮阵地，东那边是一个连队，85炮的炮阵地。对，85炮。今天你说这算不算基地了？这不算，那都没有了吧。
这个坑道那边以前有个连队，上哪人八五炮连。八五炮连。嗯，对，这有个阵地，炮那边也有个，有一门炮阵地的。啊、嗯。我们这里有一个，我这中间是不是会打个像？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我们的高。永远是一个战斗队，解放全人类，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。我们失去的仅仅是锁链。哦，已经回来了。怎么？那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。心胸大，你看他叫清明祭英烈，他不分什么人，哎，只要是为抗日的，他们全祭，他不分南北阶级。清明祭英烈，就跟那个周恩来写的那个纪念碑上的话。由此上溯到1840，从那时起多有胸怀。人生啊，就是穿过一个时间隧道，五彩斑斓。有时候碰见的是红灯，有时候碰见的是绿灯，嘿，吓我一跳。当年钟灵就这样潜伏在这个坑道里。嗯，怎么了？您这是什么花儿？我不知道，这是陈老师叫帮他拿着。帮他拿着，觉得挺好看的。对。穿到了，战友了，怎么鞋都不穿啊？这个连队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我们连调过来的啊。我这个连组织的只有一个战友，那个指导员到这里来以后，看到组织的那个战友他。他说我看到自己人怕了，我们接下来为什么就因为你对啊，他说你这个组织兵怎么这么好，你们下大城，我们原来山里的那个组织兵很急的，就是经常吵架，经常打架的。那么整体的路线的话呢，是原路上上大城比下大城漂亮啊，人少是吧？人少，人少，军队的、啊，那个现在就大陆的文物能保护下来的，也都是军队使用的那些，要老百姓早给分了。军队搞破坏呀，但是啊，锦桥机场里面啊，哦，锦桥机场41栋别墅啊，现在还剩下9栋啊，9栋都是空军将领的啊，这个变成。他们的宾馆啊、哦，上次咱们去过一次，对，现在又在重新装修了啊，然后就给他们这些去住来旅游住啊，这个是文物啊，没有什么资格。习主席来中南就说，对不对啊？军委主席啊。啊
哎，现在好多人呢，所以得消灭这些腐败了。军队呀，腐败真的啊，你看历史上，什么事都不得干，都不干。啊，该吃的吃，啊，该玩的玩。我前面的话呢，我们左手边啊，就是好好的一个跑的，嗯，左手边啊，左手边双三七的高跑，嗯，这啊。高炮是不是在这儿拍呀？走满哦，哇，还有炮嘞！当时候的这个算谁的炮啊？嗯，过来，把你的听导演安排。哎，应该有出来了。哦，来，过来。对，开炮！开炮！对，向前开炮！来，陈经理，好。呀。就是蒜也是吧？装蒜就是这个。不是，把这往里装个蒜。不是。嗯。开炮！砰！所以说呢，里面空间是比较窄的，位置就一点点大。你们特别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往这边看一下，然后出来。里面位置很小的，里面不会这么大的啊。里面空间比较窄啊，感兴趣可以往里面走一走。啊，看了之后呢，要出来的。以前的话是空的啊，现在的话呢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在啊，胡宗南的大陈岛的指挥所。必须的。我这就是。简陋了。他们都说太简陋了，不像现在，哎，不像现在。真的不行，我刚才都不能见他。哎呀，你说谁？哇，铁梯子直上直下。我以前工作地方就是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爷爷在这里工作。他不是在这里工作，他以前军部嘛，他是军部通讯营上线营长。啊，一个军的军部，他都是在一个军部里面嘛，然后再出去的。哦。嘿，胡宗南也够瘦的哈，要是像我这种的胖子上不去。也可以，啊，也可以上。嗯，他本来是在淞沪会战的时候是属于胡宗南部的，胡宗南当时是十七军团第一军，第一军军长，这个当时就受他指挥，这个他指挥过啊，他从哪往看到上面上去嘛，这就上去炮轰不到嘛。他那个护着肉，他要指挥，他怎么指挥啊？这个台的，电台在这里啊，指挥部就在这里啊，他看不到外面就指挥。不，就这儿有点晃了，没看去啊？由这梯子爬上去。他说你看不见，就等于你的国听电台说你电台。领导有几个看得见的？领导就是啊，你们的眼睛都看不见。要不然他为什么失败了呢？他就是看不见，瞎。从那里就下来通传递，就是那个地方就从那里出去。哦，走，就窗儿了，走。我爷以前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就在军部，他就一直在军部，军部里面的就是电台呀什么那个。大官的女儿，大官的女儿，大官的女儿，你看，国军的中将，我说他爹还没留进了一个小的。黄金给他，要是现在的中将，我靠，我是抱着他大腿都不肯放的。惭愧呀，惭愧，惭愧，惭愧，不惭愧。你惭愧？连职奉公，为人民。我不惭愧。我这都连长，换个皇上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嗯。来，好了，我们从这里绕到上面的营。我说里面很小，大概也就4平米最多了，你说呢？我说你干嘛？
和小，他们就后边就有就群起群起而攻击。对，落获的凤凰不如鸡。您要是您家要是还是当兵团司令，他们不敢。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那个什么。那时候有饭吃就行了，能吃饱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爸爸当大官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喜欢他搞那些的。我们家人肯定支持他，不搞这些。他很清廉，我们都很支持的，我们都很喜欢的。现在潮流变了。潮流变了，您不知道涨潮落潮、啊。现在我们靠自己的那个什么，生活的也很好，不就是没看不惯这个腐败，就是没黄金呢，您还不如我这个小上尉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连长半个皇上。这中文英文呢、啊、说的都不是一个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英文是给世界看的，中文是给中国人看的。嘿，里边有这扮演胡宗南的。胡宗南都这么演，我太好了。对，不是英雄都得有人扮演，有人扮演。邓小平那个就比你还高呢。那肯定的，太伟人了，伟人。他们为了理由编出来也是，你真的是个反面人。对的，这里也是。我也走这里。这里是没走过的，那个、这里没走过，往这里走吧。他说不走回头路。我们在这里吃饭吗？可能边上等下吃饭就回去吧。这个就是胡宗南碰见紧急情况，由这一爬就下去了。哎，就是刚才我们下去的那个胡宗南指挥部的防空洞。这反动派江惠邦也不容易，哎，还是参加革命好，参加革命多幸福啊！我来一个，我那个是下什么？陶书记，你坐。我也来一下哈。您这个还没有那个酒了，应该举着那酒。我举着那酒，没有酒瓶了。空瓶子没了。没有酒瓶了。哎，拉那个钉。太大了，声太大了，垫一个声，拿围巾给你垫，要不然你不是他这里边有一个衬盔，有个衬盔，你看。小姐，黄维将军的女儿都不知道这美帝有一衬盔。趁亏被他被谁人家给贪污了，贪污了，空的，太棒了，垫了上面。等一下，老九呢？老九去哪了？老九，这个不要，帽子垫一下吧，可以换个小的，来，把换个小的拿过来。你里边再戴上顶帽子就行了。哦，这有衬盔，哦，这是里边那层，这是衬盔的内，这个是衬盔的里，这是衬盔的外，哎，这两个，哎，这才行。好嘞，你当然美帝头盔是两层的，美帝头盔是两层。我有啊，这刚才我有个美军的，就是连黄威的女儿都不知道，当年也不知道怎么接受美元的，就是。酒呢？酒拿过来。眼镜戴上就眼镜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，你面朝。黄姐姐给我不给她戴衬盔，一看就是。我也拿的这是。说了叫什么大白的？哎，黄姐。光呆子。也大白的，真大白的。大白的，不能。那个表姐，你怎么看？你这衣服跟大白的。哎，
改面一看，人家想他妈的黄浦军这么正，对，是吧？他们这一看，百天顺，对，百天顺那小酒瓶儿，嗯，小酒瓶儿，来来酒瓶，昨天小酒瓶，104套必须赢，共军离我们还有200米，炮位，放弃了再打，张宗林，准备。放炮！重新，把这些人再带下去，又临时工地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妈的，妈的，反攻！哎，你这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空的，老师呢？这就是上哪人把五炮连的哦，收了一个牌哦，一个牌，就您战友对啊。下面反正还有一周引用房是那个炊事班，对，那个食堂就是下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边还那时候您就是那时候您就是炮兵炊事班的啊，我戴绿帽子背黑锅看别人打炮，对，嗯，最好玩的，我好就在那个箱子洗我，我说表演一下啊，抽烟抽烟，打火机，打火机。美酒加咖啡，这八一厂的。一杯江青往事，又喝了第二杯。太妖娆，不唱了。妖娆啊，但是我还妖娆。我们往上面走，上面有一个胡宗南当年在岛上栽下的一棵柳树，还有他的一个钓鱼池啊。我们往上。说话呀，你不说话，都不说了。喂喂，走了，110高地接电话。你看，鸭子，开炮！钓鱼池，钓鱼的，嘿，也挺也，当年也算腐败哈。所以这些腐败的人都得要想到完蛋那天。喝的水都没有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水深这样的鱼塘啊？没有哈，这是瞎说的。他说当时钟林在这当兵的时候连喝的水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夏天旱的时候连水都没有？对，所以胡宗南那会儿不可能在这钓鱼，水都没有，毛之不存，叫什么皮之不存，毛坚焉附，对对。钟林说那个水大，那个水在哪里？112去了他当年四号钟就是从这里进来的，我这里拐弯包掉，兄弟们，我这里翻过去，因为这个江长对姓江，全是假的，全假的，没有一个真的。这个指挥部怎么弄的？怎么进入这几个？不是，他没有文物嘛，嗯，就地上上出来的嘛。那你这指挥员是指？包括那个银元都是不是的，银元都是假的。嘿，这个叫银元。你说这个要假的，还不如不放呢，是吧？没有原物嘛。其实他可以去找一些照片，做好，做出来还更好，不要实物。你实物这说不定也是椒江那个敌对势力，全是假的。博物馆里摆假的，这就没法说了。这品相比这还好呢，是吧？啊，那个那时候是吃饭喝酒，喝到一半吹牛逼说没见过3把刺刀，杨继平喝醉了，给天津警备区打个电话说给我送2把刺刀来，唐老鸭没见过。我们喝完酒就天津警备区开车送过2把刺刀来，品相比这好多了。那他是里面保不好的。哎，就这些现在不用了的都归警备区管，警备区仓库里的。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。对。然后你的那个导游同行还有就是反叛。
这哪会有这种意义？就做的他笨，就是苏联、蒙古就爱，因为那些人有批，这个美国都是分部的，一个分部，而且他做的很精致，啊、你随身携带很方便、哎、啊。这都是苏联那个苏联华约那边这样。他不会用这什么品木新哥弗洛西拉夫啊，叫脑袋很大，也脑仁很小。以为我有这么智慧话，我跟黄姐姐说这是乔治巴顿说铁木心哥的话，脑袋很大，脑袋很大，脑仁脑仁很小，就怎么脑袋很大是看得见，脑仁很小。蒙古匪帮，他把那个柏林东边过来的苏联红军叫一帮蒙古匪徒，脑袋很大，脑仁很小，就说被洗了脑的意思。温岭县政府，然后那个时候一江山倒失守之后，我们叫解放之后啊，他们叫沦陷或失守之后，然后美国派军舰啊保护当地的百姓老百姓啊，中华民国老百姓全部撤走。他全部是用美军的军舰停在大城，所有的撤退的部队，所以说这里没看到他当年撤退的这个军舰的照片。嗯，没有，他这是搞一个，他这是搞了一个，你看降旗仪式啊、嗯。因为那个当时啊，美国海军是最强大的，因为二次大战后打败了日本，因为太平洋只有两个强大的海军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日本。日本投降了，就美国把那些强大的军舰全收服了啊，所以美国当时是整个太平洋的霸主。支持我们中华民国打败日本也是美国，支持共军打败国军也是美国。那时候太平洋有两个，尼米兹不算，尼米兹是一个叫斯普罗文斯，是吧？对，还有一个哈尔西，这些都是著名的，不能说什么了，著名的。这是大陈岛当年撤退的降旗仪式的照片，这都是翻拍自报纸，所以像素很低。国防部长于大为。啊，就是叶剑英啊，什么都是亲戚那人，于大为。胡宗南住的小瓦房。哦，又搞笑了。你们两天做好了，你们拍了，然后用你们谁的手机啊？用你们谁的手机拍？这不是上面留言，我上面留言。对，是不是还有一些没进来？我喊，我喊军队到，你们就起来啊！这军座乾坤颠倒，黄维将军的千金在那儿，他们叫各位兄弟，而且是应该请黄将军千金上不喊三品坐这位置。我要先训一下话啊，训话，训话，训完了。哎。不敢说了，再说下去什么东西都没用。哎，看到没有？重新出现的。那个我看那个大陈岛的小人书上
是不跟你说的不一样，那是说，他是说母鼠母鼠，熊猫捉住了子鼠，啊，熊猫已经到了船上，马上向子鼠落雨，没有直接说打炮了，现在才直接说打炮。我们现在没办法复原啊，母鼠母鼠，熊猫捉住了子鼠，已经蜈蚣已经到了船上，马上向子鼠落雨。延安，延安，我是王和，我是王和啊！哦，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！你看，这就是叫什么？炮兵炊事班，戴绿帽子，背黑锅，看别人打炮。哎，真是搞笑！哎。这国民党反动派嘛，老是有什么，嘿，撞头撞我一下，这胡子脸肯定撞头，你得注意撞我一下。哎呀，这个胡宗南这个矮呀，武大郎开店修的这公事都比别地儿的矮，怪不得这反动派完蛋呢。武大郎开店不许比他个儿高。哎呦，我这是血的教训呢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戴钢盔了，钢盔了就是为了，脑袋别撞墙。密室。